群众有请，现在开始。电视台，各位观众，现在我们正为您现场直播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群众游行的盛况。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群众游行，以我与祖国共奋进为主题，分为奋斗创业、改革开放、世纪跨越、科学发展、辉煌成就、锦绣中华、美好未来7个部分。由10万名各界群众代表、60辆彩车组成的36个群众游行方阵和6个行进式文艺表演，将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中心区。我们将目睹一道道流动的风景，描绘出共和国流动的历史进程。在群众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国旗、国徽和国庆年号仪仗方阵。伴随着激昂豪迈的红旗颂乐曲，1949名青年高举着巨幅国旗健步走来。鲜艳的5星红旗是中华民族的光辉旗帜。神圣的国徽是祖国昌盛、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的象征。国徽彩车被2009名青年簇拥而来。1949年到2009年，是伟大祖国翻天覆地、沧桑巨变的60年，是中华民族历尽艰难险阻、不断发展进步的60年。在今天群众游行的第一部分奋斗创业主题方阵中，有100名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共和国同龄人，悬挂着红星勋章、独立勋章和胜利勋章的浴血奋斗彩车长达36米，是历史上最长的一辆彩车。彩车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形象浓缩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程。18位为建立新中国立下功勋的老战士，满载着沧桑与荣耀，喜悦而来。毛泽东同志巨幅画像的开天辟地方阵向我们走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创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60年前的今天，一个伟大的声音在这里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
人华，人民奔火归，人将人民争火，今天人民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全国各族人民奋斗创业，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纪元。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艰苦创业方阵再现了新中国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时代，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火热图景。车头是著名的解放牌汽车，1956年第一批解放牌汽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驶下流水线，结束了我国不能自行生产汽车的历史。彩车上有2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著名劳动模范，向祖国致意，向人民致意。2000多年历史的安塞腰鼓曾是古代战争的产物，如今在这片和平的土地上早已褪去了纷争的痕迹，尽情表达丰收的喜悦和生活的快乐。密集的鼓声，有力的步伐，变幻的阵势，雄壮的呐喊，尽显黄土高原男子的阳刚之美。这奔放的舞姿，灿烂的笑容，充分表达出人民大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喜悦心情。邓小平同志巨幅画像的春天的故事方阵向我们走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创立邓小平理论，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在逐步变为美好的现实。中国人民在不断实践中，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伟大的共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推动民族复兴大业不断前进。改革开放，万象更新，生机盎然的祖国大地上，中国人民焕发出无限的青春与活力。风华正茂的青年人以满腔的热情，在火热的年代里放飞理想，奉献青春。现在走来的两个方阵展现的是世纪跨越主题，簇拥着江泽民同志巨幅画像的走进新时代方阵正向我们走来。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成功推向21世纪。新世纪，新时代，中国人民绘制出宏伟的蓝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始终代表中国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实现了新的跨越。蓝绸扇象征着不尽长江的滚滚波涛，用磅礴的力量推动改革开放的航船驶向新的世纪。展现的是科学发展主题，簇拥着胡锦涛同志巨幅画像的继往开来方阵向我们走来。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新起点，新目标，中国人民继往开来，奋勇向前。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推进。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红的舞蹈，盛放的牡丹，我们为亲爱的祖国献上最美的祝福。祝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祝伟大的中国人民幸福安康。向我们走来的是以辉煌成就为主题的花车游行，由43000人组成了19个方阵。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代表组成的农业发展方阵行进在队伍最前面，彩车上巨大的稻穗寓意五谷丰登。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解决了世界将近21%人口的吃饭问题，让丰衣足食的梦想在现代中国变为了现实，这是我国对人类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设施构成了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面貌和生活图景。为工业大国，并在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上阔步前进，工业成为富国强民、改善民生的强壮根基。
我国高速公路里程居世界第二，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五年居世界首位，完全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支线喷气客机已经飞向蓝天。新能源动力让能源建设方阵独具风范。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重要的能源生产大国，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正在形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和保障。和环保志愿者组成，生态环保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环保综合法规，到90年代，环境保护已上升为国策。今天的中国秉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积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联以及宗教、港澳台侨等社会各界人士代表组成。60年来，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日益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未来的科技工作十六字方针。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发展迎来新的春天，科教兴国成为重要战略，自主创新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中国正朝着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坚实迈进。航天科技工作者手持国旗走来，彩车上的航天英雄飒爽从容，英姿挺立。六十年来，中国航天从一片空白到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在中华民族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此刻，航天英雄翟志刚向我们再现了中国首次空间出舱的永恒瞬间。当五星红旗飘扬在浩瀚太空的那一刻，所有中华儿女都为之热血沸腾。面高校校旗迎风招展，激荡我们青春的记忆。首都高校师生代表组成的教育发展方阵向我们走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今天的中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职业教育取得重大突破，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继续教育蓬勃发展，谱写了中国教育史的辉煌篇章。今天的中国更加自觉，更加生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文化艺术事业繁荣发展，和谐文化建设全面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百花齐放春满园，文化体制改革步伐明显加快，文化战线日益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呈现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翼齐飞的繁荣景象，谱写着新时期的盛世华章。方阵由运动员、体育工作者、群众体育运动爱好者组成，三层结构的体育成就彩车分别代表着全民健身、传统体育和竞技体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全民健身如火如荼，传统体育走向世界，竞技体育捷报频传。彩车上有我们熟知的奥运冠军和著名运动员，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广大体育健儿顽强拼搏，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百年奥运，中华圆梦，
我们成功举办了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残奥会，如约实现了一个东方大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有鸟巢、祥云火炬、福娃、福牛这些极具代表性的符号组成了北京奥运方阵，方阵汇集了奥运冠军、建设者、志愿者、工作者的代表，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实现奥运百年梦想的喜悦之情。方阵诠释着健康、生命和希望的主题。60年来，我国初步形成了辐射全国、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卫生应急体系逐步完善，重大事件保障能力不断提高。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了人口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世界人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道彩虹映衬下的彩车绘就出了一幅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区美丽图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在社区，党和国家对社区工作的关心和重视为社区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为社会事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和谐社区是人民群众的美好家园和温馨港湾。救灾等群体代表组成了众志成城方阵，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相连的血脉凝聚为强大的前进动力，无情的灾害历练出伟大的民族精神。多难兴邦，每一次的挫折与磨难都会让我们更加团结。众志成城，任何灾难都无法阻挠伟大的中华民族和坚强的中国人民奋勇向前的坚定步伐。华侨和留学学子代表向天安门走来，长江黄河象征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巍巍长城寓意中华儿女的坚韧风骨。海外赤子与祖国母亲休戚相关、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此时此刻凝聚成一句最真挚的心声。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际友人、外国专家、留学生、驻京外资机构代表共同组成了同一个世界方阵。他们用灿烂的笑容传达着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人民愿与各国人民携手合作，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团结集体舞表演将开启“锦绣中华”主题的游行，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精心设计制作的34辆彩车，将全景式的展现中国大地的壮丽多姿。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血脉相连。在新中国成立60年的光辉历程中，各民族风雨同舟，和谐相处，谱写了一曲曲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赞歌。造型的团结奋进先导彩车，领航各地彩车向我们驶来，展现出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投身祖国建设的豪情壮志。展示了新北京、新奥运的魅力，浓缩了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理念。滨海新贸彩车展现了天津全力打造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的美好蓝图。河北彩车体现出河北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豪迈情怀。魅力山西彩车展现了三晋大地从自然资源大省向经济文化强省跨越的决心。草原飞鸿彩车展现了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团结、经济腾飞的发展成就。振兴乐章彩车形象讲述着辽宁老工业基地昨日的辉煌、今日的振兴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精彩
彩吉林彩车表达出吉林各族人民全面振兴的豪情壮志。龙腾盛世彩车展示了黑龙江为祖国的粮食和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的决心。腾飞上海彩车象征上海正朝着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现代化大都市目标迈进。吉祥如意彩车彰显了江苏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高歌跨越奔向未来的豪迈气势。钱江明珠彩车踏潮而来，腾空跃起的跨海大桥连接起浙江悠久的历史和美好的未来。江淮合唱彩车展示了安徽人民改革开放奔小康、创新崛起奏华章的精神风貌。扬帆海西彩车展示了福建深厚的闽台渊源、显著的建设成就和持续增强的综合竞争力。崛起江西彩车展现了江西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美丽图景。代青海蓝彩车描绘出山东人民努力打造半岛蓝色经济区的美好蓝图。花开盛世彩车展现出河南人民以鲜花和赞歌祝福伟大祖国的喜悦心情。凤舞楚天彩车表达了湖北人民加快中部崛起、再创辉煌的信心与理想。锦绣潇湘彩车表达了三湘儿女从鱼米之乡迈向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气概。岭潮争先彩车展示了广东敢为天下先、勇领改革潮、科学发展先行先试、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精神风貌。壮乡欢歌彩车集中描绘了广西美丽神奇的山水画卷，以及北部湾经济区打造沿海发展新一级的激情与魄力。绿色海南彩车诠释了海南经济特区正向着国际旅游岛的宏伟目标大步迈进。三峡放歌彩车展示了重庆人民建设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的发展目标。奋进四川彩车讴歌了四川灾后重建美好家园、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壮举与成就。多彩贵州彩车表达了贵州儿女在遵义会议光芒照耀下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的决心。七彩云南彩车印象出团结和谐美丽云南的发展进步。和谐西藏彩车描绘了神奇自然、发展进步的和谐西藏。三秦新运彩车展现出人文三秦、现代陕西、满怀信心面向未来的精神风貌。
盛世华章彩车展现了甘肃古丝绸之路的新活力。大美青海彩车表达了青海人民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青海的豪情壮志。塞上江南彩车刻画了美好宁夏民族团结的和谐景象。天山祝福彩车展现了新疆各族儿女团结奋斗、携手共建美好未来的精神风貌。紫荆盛放彩车凸显出香港金融中心、盛世之都、旅游之都和创意之都的形象。盛世莲花彩车展现了澳门的历史文化以及回归十年来的繁荣与活力。宝岛台湾彩车展现了两岸割不断的血脉渊源，以及两岸同胞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前景的共同期盼。依次走过的34辆彩车，展示了伟大祖国的锦绣河山、人文风情、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这是对祖国和人民的汇报，这是向世界的精彩亮相。美好未来是今天群众游行的最后一个主题，方阵全部由青少年组成。驻足现在，展望未来，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汇集10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奋斗目标绘就了中国未来的美好蓝图。一艘航船造型的彩车，象征着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劈波斩浪，向着共和国的美好未来奋勇前进。领巾，嘹亮的号角，闪闪的红星，在祖国的怀抱中，少先队员必将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Thank you.
闪亮的五星指引着少先队员前进的道路，燃烧的火炬照亮了少年儿童学习奋进的方向。中国少年先锋队与新中国同龄，六十年来，少年先锋队与祖国同行，与时代同步，是一面火红的旗帜，一个温暖的集体，一支茁壮的队伍。教育引导各族少年儿童勤奋学习，快乐生活，全面发展。为了祖国的明天，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少先队员们时刻准备着。观众，现在5000多名少年儿童手持彩色气球和缤纷的花环，兴高采烈向我们走来。这是群众游行的最后一个方阵，也是人数最多的方阵。彩车上满载花朵的巨型花篮，昭示着祖国的前景，繁花似锦。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党和国家对少年儿童的关怀就像阳光，全社会对少年儿童的关爱如同雨露，滋养着民族的希望之花灿然绽放。朝花海，月升入云，彩球飘舞，白鸽飞翔。此时此刻，腾飞的天安门广场澎湃着和谐美好的欢唱。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让我们共同祝愿祖国的明天更美好。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庆祝大会的还有柬埔寨太皇诺罗敦·西哈努克、太后莫尼列·西哈努克、王刚、王乐泉、王兆国、王岐山、回良玉、刘云山、刘延东、李元朝、汪洋、张高丽、张德江、于正声、徐才厚、郭伯雄、薄熙来、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刘华清、魏建行、李兰清、曾庆红、吴官正、罗干、何勇、令计划、王沪宁、陆永祥、乌云秦穆格、韩启德、华建敏、陈志立、周铁农、李建国、司马懿、铁力瓦尔蒂、蒋树生、陈昌志、严俊奇、三国卫、梁光烈、马凯、孟建柱、戴秉国、王胜俊、曹建明、廖辉、杜清林、帕巴拉格列朗杰、白立晨、陈奎元、阿布莱提阿布杜若西提、李兆卓、黄孟富、董建华、张美颖、张荣明、钱运禄、孙家正、李金华、郑万通、邓普芳、万刚、林文一、厉无畏、罗富和、陈宗兴、王志珍和刘富之、杨白冰、丁关根、田纪云、池浩田、张万年、江春云、吴仪、曹刚川、曾培岩、王汉斌、张震、倪志福、邹家华、顾贺、铁木尔、达瓦买提、彭佩云、周光照、曹志、
李铁映、司马懿、艾买提、何鲁力、程思威、徐家禄、蒋正华、顾秀莲、热地、盛华仁、唐家璇、肖阳、韩柱斌、贾春旺、杨汝岱、任建新、宋健、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志用、王文元、王忠宇、李桂贤、张思清、罗豪才、张克辉、郝建秀、徐匡迪、张怀西、李萌，中央军委委员陈炳德、李继奈、廖希龙、常万全、靳志远、吴胜利、许其亮以及傅全友、于永波、王克、王瑞林、乔清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华，新当选并获任命的第三任行政长官崔世安，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纪委副书记，在京原中部委委员，部分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及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解放军四总部和驻京各大单位武警部队主要负责同志，在京上将，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1955年授衔的中将、少将，部分担任过有关方面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航天英雄、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获得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知名人士、台湾地区知名人士，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雀吉节部全国性宗教团体主要负责人等。在城楼下各观礼台观礼的有中央党政军局各部门负责人，在京中管金融机构、企业、高校等单位主要负责人、老同志代表，在京党的十七大代表、中央纪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界人士国庆观礼团成员，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在京中央执委、无党派人士代表、北京市有关负责同志、全国先进人物代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在京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优秀留学回国人才代表、部分已故老干部的配偶、首都各界代表、台湾地区有关人士代表、海外华人华侨代表、全国优抚对象代表、境外宗教界代表人士等，在京各国驻华使节、外国专家、常驻记者、外国知名企业驻京代表、访华代表团成员也参加了观礼。